湖西乡长吴振杰与本县关护协会以及中华民国关护协会合作，在副议长陈双全的促成之下，邀请到架杠皇家班五洲原掌中剧团来进行公演。反毒反家暴的掌中剧寓教于乐，获得大众的肯定。文艺新传让许多的乡亲都重温了儿时记忆。国宝级的黄海岱是架杠皇家班五洲原掌中剧团黄文郎大师与团队跨海来到澎湖，很开心首场来到湖西乡鼎湾文创园区进行公演。副议长陈双全、议员陈振中等与慕名而来的乡亲来到现场，一睹这难得的特别掌中剧。来看一个现场，首都首都的特技。乡长吴振杰也欢迎乡亲与民众假日时光可以走访湖西好乡，乡内村落与社造景点都是营造很精彩与丰富。鼎湾文创园区也是休闲的好公园，也是户外展演场，也是市集的好场地。在这温馨的五月，透过文艺新传展望更美好的未来。啊，真欢迎啦吼，嘿，来今日吼参加这种吼，这无同款的一个表演活动吼，啊，嘛爱感谢啦吼，咱五洲原吼掌中剧吼，咱皇家班的部队去，啊，这有年纪的人拢知影啦吼，这是很快个大汉的吼，所以今日吼，真难得吼，咱有发有这荣幸吼，邀请到咱这皇家班吼布袋戏啊，伫咱平湖遮来演，互大家来看吼，现场，啊，这感谢啦吼，咱平湖关护协吼，关护协会吼。啊，个咱哦，单户已经哦，大力的促成哦啊，邀请人来家吼啊，和咱家在这朋友家，有咱看到这家精彩的表演的吼。我们之前知道，我们黄五洲团布袋戏吼，我们黄团长吼，一直为了我们的黄毒的先导吼，还一直在想说，在我们澎湖县吼做个宣传。所以说我们关护协会就义不容辞的想说，刚好我们平常一直在做黄毒先导，所以说我们想说可结合它来跟做一个布袋戏的一个掌中戏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的一个我们表演，顺便一个疏解甚至一个传承哦。湖西好乡为营造庙口看戏的气氛，湖西乡公所还在一边提供爆米花糖葫芦，让前来看布袋戏的民众有的看又有的吃，直呼是真的好赞。记者陈荣玉报道。